妈，妈。哎呀！呀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全场都传开了，说你让陨石给砸了。这什么陨石啊？我表妹。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就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就在想，我在想。说呀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？给你们五秒。五。妈，你少来这套！你的意思是你喜欢英英？三，来了，哥哥，我来了。二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咱们就是朋友了。你也来了，路我已经给你铺好了，你就往上走就可以了。上次就发现你不对劲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史光林，这次节目是我排的，我想让你去看看。你排的啊？那你不早说，走走走！我要做全场最瞩目的焦点。这场比赛咱必须参加，而且还得赢。今年咱们大搞特搞，有请我的搭档上场。好。